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培。神魔之宅今天出了两个地狱集，一个是不甘之恨盗满跟太清尊者老子。那基本上呢，这个礼拜刚好面临到神魔之宅的大改版，出了一系列的卡牌叫做灵兽意识。这个系列的卡到底有多屌，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还有碰到了巴比伦神的解放，水火木光暗巴解放之后技能变得也完全一模一样，他们的那个队伍技能可以说是屌屌屌。那我们先用这个那个光巴比伦齁、哦、苏醒之月挽牛伊南娜琳达啊齁、哦、用琳达啊来打给大家看齁、哦、到底琳达啊解放之后到底有多厉害齁、哦、我们用的队伍可以说是不是太难取得的队伍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平民，园艺金应该大家都是有的，天平宫应该也是很好抽的，路西法上上礼拜复刻过了，安西教练是一个很简单很废物的地狱级，但现在拿来配巴比伦神有额外的队伍传承技能效果、哦、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大家以前玩巴比伦都应该记得如何做出全体攻击，就是转三排的直排，像这个样子转出三排，天降下来必定有六颗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以往巴比伦神强势的地方哦，攻击力绝对不会缺少任何的光珠。比如说我是光巴比就不会缺光珠，但是自从解放后的光巴比伦很屌，不管是哪个属性巴比伦，你只要转两排五颗，两排五颗你看好清楚哦，我跟他攻击败哦，两排五颗手就放开，必定天下一定有全体攻击，所以在转速上面你可以比以前转的更少哦，更少不用害怕。然后因为新北现在有点严重的感冒，所以我的声音上面可以说是阴道发炎完全失声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哦，不要太计较我的声音现在很难听哦。那这里呢基本上大家就是转五颗转五颗，能转五颗转五颗，转不了五颗转四颗齁、哦、你看我就转了五排天降必定下来棒棒棒，直接一波给他带走啦齁、哦、管理是什么叫什么天山童姥是不是，姥姥再见齁、哦、姥姥拜拜，姥姥被送回家了。进入第三关，整个版面冰冻珠如果没欸不是哦，不是整个版面冰冻珠，我记错了齁、哦、来左边什么作夫童子啊，全部是 CD23223， 那不是 CD1 的东西不用太紧张。最近有一种啊，身为实况主的命不是命的感觉啊！来，版面基本六天降必定有七，直接一波把三只一起全部带走啦。巴比伦的玩法好处好就好在你的攻击力，哎呀，又什么车啦？怎样？同一台车过去又回来呢？哦，好，我们进入了第四关，整个版面冰冻珠，好处在于你永远不会缺少你的攻击珠，你永远攻击力上面都是火高的情况啊，永远都是火高的情况。好啦，我能转多少是多少啦，我尽力了啦。那我也能把多少冰冻珠给消掉，我尽量都消了，直接一波带走了。目前为止是满回合的状态哦。欸不对，我刚有示范了一回合，所以不算满回合。再来会遇到的是七康队。七康队这个地方呢，你在前一关必须要小心翼翼的不要留下太多的起手珠，以避免你现在这回合会被他打太多下，会不要打太多下哦。欸会不要打两下。洗个三回合过去，不要让自己死亡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了哦。好，来转个五康，天降必定有六康，来降到了七康，打他，打你一下，再洗一回合。好，来我转了四康，天降必定有五康，一样被打两下，不会死哦，不会死就好了，不会死就好了。好，这里目前整个版面上都有了，来把我们的路西法给打开。当你觉得你有办法转到四颗的时候，你就转四颗；当你觉得你转不到四颗的时候，你就转，maybe 转五颗两排，那你可以做到很高的集体攻击哦。那基本上康魔术上面，你只要转到六排，必定天降七，所以攻击上面一定非常非常的高。来，我们进入王冠，需要消水火木光暗。那我们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目前巴比伦有一个好屌的技能，好屌屌的技能，它有传承技了，跟我们的安西教练那个死胖子有个传承技叫做绝命双刃强，一回合内延长是十秒，准度时间变十秒，原本是五秒变十秒。消除的符石跟属性越多，全队攻击力越高。消除五种属性，五属加三十颗，就是给他五倍。你原本的攻击力是几倍啊？几倍嘞？我忘记了，但是基本上是蛮高，三三吧，三三是九嘛，九五四十五，四十五倍的攻击力，目前为止看到最高了哦。好，一回合内，你原本自己的技能变成一回合内延长八秒，延长至八秒就是增加三秒的意思。消除一组六力以上的光符石，攻击再增加一点五倍。
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消除六粒，攻击力关关关啊！好，那目前为止是缺少水珠的状况下呢，我们先稍微做一下绿珠的动作。那火珠把它留下来，火珠把它留下来，木珠我留了两颗。哦，水珠又有水珠刚好有好，既然这里我们要一波把它干掉，那我们就不要跟它废话了，直接延长转珠时间。再来呢是把我们的露娜给打开，让它全部可以一起做攻击哦。那我因为有八秒的时间，所以时间上面是非常非常充裕的。好，我就这样转了，我不想多转了，必定有一大幅下来天降哦。那个 combo 数上面已经不重要了，攻击上面超级高，我只转了一组，一组攻击就每次打一百多万。进入第二条血，来，我们直接把传承技能给打开，十秒的转珠，消除属性越多，攻击力越高。可是我不想，我把我的这个能转多少是多少，给它全部转开来，我就只消一组，一组数。好，这攻击力没有额外增加太多倍，但是我想看一下，我这样整个版面消掉五 combo， 大概可以打多少攻击力哦？哦，现在因为处于一个发烧又喉咙痛的状态，一个快病死啦！大家记得夏天感冒很严重啊，一定要睡觉的时候记得盖被子啊！哦，不要这快死掉了，11000分。好，每只打出的伤害是，哇靠呗，2000多万。2000多万，一只2000多万，六只1亿2000多万，而且这还是没有乘以五倍的情况下哦。好，我们不甘之恩就这样轻松临时通关了。所以不管你是哪个属性的巴比伦，就算是火巴，这次要打也是很轻松的哦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打。对不起，我吃个珍珠，喝个荆棘柠檬，喉咙好痛。接下来我们要示范的是新版的龙类龙队，灵兽意识最近出了两张龙属性卡片，一个叫钢丸，哎，不对，铜丸，对不起，全红捕手铜丸，只有龙队成组成员的时候，攻击力四倍，以及生命力 1.25 倍。然后还有队长技，如果我头尾队长变成石破天惊，然后会变成龙类攻击力六倍。每回合消除后，就是变，大家自己看啦、啊、哦，不啦不啦，我现在感冒，我已经完全看不懂中文了，反正就是变成六倍就对了啦，原本四倍变六倍，然后配上这一只，这一只是龙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开了暗龙死之后最容易缺就是暗珠，这一只完全就是我们暗龙死好基友啊 ，Sunflower 向日葵哦，三回合满 CD 三回合会帮你转4到7颗的暗珠，而且是暗强化珠，屌屌的，好，我们这个暗龙死解放后也是蛮帅的，给我。哇哪里哇哪里戏哈哪哇的戏啊哈洛瓦利斯哪哇的戏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出发。打的是太清尊者的降生打老子啦哈，那选择一定是钢丸配钢丸。好，哦哇，大家都有钢丸，好厉害。好，来，我们直接进入关卡之后呢，来跟大家说，这对攻击力高高高爆爆爆，血量有44787。那基本上呢，大家看一下这攻击力爆高的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火花的哦。来，我只转个五康，大家看一下攻击力哦。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要来，请看，我可以随机消除一排腐蚀。他的对讲技有点屌哦，屌是屌在哪里？本身攻击增加之外呢，我每次转完珠之后，我有三秒的时间，我可以选择一个横排。把它做消除，把它做消除。来，目前我转了一个版面，基本7，我还可以借由这个横排来增加其他的 combo 数。来，你看，哎，有没有多了一个天降，两个天降，就额外增加两个天降。你看这个攻击力高不高，夸不夸张？好，我们进这一关慢慢磨去就好哦。哦，我带你要去看医生，好痛苦、哦。好，来这里哈、哦，我们就稍微的洗一下哈、哦，把它打不死我们的。安利亚记得每回合都稍微做一下攻击，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了、哦、每回合做到全体每一只都有攻击到，你就不会有死亡的风险。他的血很少、哦、你做几次的集体攻击，你什么队伍都可以过了、哦、好，来，就这样子、哦、来，我们看一下康博数怎么样消，会有更高更高的火花。来，我看到消这边必定多两康，有没有？所以这要达到什么限定康博盾啊？例如7康的时候。你发现天降下来的珠不是太漂亮，你可以借由这个方式来把它做消除。好、哦，其实我不应该一直讲话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为了你们的地狱级，舍命陪君子啊、哦！
那大家都知道，以前我们在玩龙队的时候，最害怕的就是回血这件事情，因为龙队对我们以前来说回复力非常非常的低。可你有看到这队，我随便回都回七八千滴血，回两万滴血，这是以前龙队没有办法想象的，真的没有办法想象，太夸张太夸张。这队回复力变得超级高。好，我们还有一个回合，我们的这个暗龙使就跳了啊、哦，暗龙使就跳了。那很抱歉哦，这个声音真的是蛮难听的，现在就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反面基本七啊、哦，能不能把蜜波全部带走了？我看到这边有没有办法拼天价啊、哦？没有办法拼天价。好，暗龙使跳了，暗龙使跳了之后呢，来我们就做一下单体攻击啊、哦。好，我看到这里，我只要消除这边，就必定有一个天降一啊，来、哦、到六康，直接一波带走一只。好，来继续做洗技能的动作啊、哦，洗技能的动作，每回可以多绿掉一排出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、哦。好，来这里直接把一波带走了。反弹盾这地方大家不要害怕了，连什么招都不用开，直接把怎么只转四颗？那我还是开一下好了。开完这一只水龙子之后呢，来我们攻击上面一定是爆棚，一定爆棚。来这里做一下消除，没有任何天降，那一波带走没有任何问题。铜丸本身的技能有点屌，屌啊屌在，来请看，等我一下，我咳个嗽。消除性有20%生命力，一回合内回避所有敌人的攻击，也就是一回合内你不会被打死。下回合开始前呢，所有符纸转为强化符纸，全队攻击力增加1.5倍，所以一回合不会让你死，下一回合让你可以打死人，很屌，真的很屌。哦，真的快要死掉了，哦、我一直咳。来，版面基本六啊、哦，不好意思哦，因为今天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录音品质会很差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好，我们先把两只呢，左边那只 fucking Lion King， 然后右边那只丑小鸟把它干掉啊、哦。好，这里要大于十 combo， 十 combo 这个东西对我们这队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啊、哦，不会有太大困难。来，版面基本七自己做哦，天降到了八九十啊，我可以消除一排，消除这一排了，直接一波干掉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轻松的天降池直接一波带走，好，进入王冠，王冠要打他十五下，对我们来说打他十五下应该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。跟各位说，因为我们本身这个回复力很高，所以你打他十五回合有点久，那我跟你讲哦，啊。再会打一下，我们总要打十五下，但我暗龙死还要一回合才可以关。所以进来之前，记得把你的暗龙死给关掉。进来开始洗技能，好，进来开始洗技能。好，我可以把暗龙死给关掉了，接下来打他十五下。好，版面消得干干净净的哦，把血量也回满。打十五下之后呢，我建议大家连暗龙死都不用开，就可以直接跟他说拜拜了哈，就可以直接跟他说拜拜了。好，天降很夸张，直接降到十一康，所以这队要突破十康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。好，目前为止我们十五下打完了。初赛打完之后呢，跟大家说把这只给打开，再把毒龙给打开，再把血量给回满。好，那我们再把这个给开一下，让下一回合可以增加攻击力哦。好，版面基本超级七 combo， 龙科开一下好了啊、哦，我们先把这个消掉，增加额外的两个 combo， 十一 combo。夏天感冒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因为最近睡眠又不是很足，所以感冒好的也很慢。所以如果说呢，你平常跟新美一样很爱熬夜的朋友呢，记得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，好不好？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人生。我还讲他小。
没有开暗龙死，每只打600多万，开暗龙死还得了啊，额外增长还得了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一次的卡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屌哦，可以考虑抽一张，抽铜碗，或者是抽这只暗的那个向日葵。好，我是新培，我要先去看医生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声音了。我们下礼拜见啦，希望下礼拜已经康复了，大家拜拜。